啦啦啦，陷入在泥泞的路上，天色阴暗，有时有冷，不知如何能够往前走。风雨阵阵地飘过来，眼前什么也看不到，独自悲伤的不必在雨中。
上帝给我每一个人，这一生有三个家，一个是我们父母亲生我们的那个父家，透过我们的父家身体肉身长大之后，我们上帝预备我们第二个家，就是教会永生神的家。阿们。所以我们要回家，回到教会永生神的家。教会有责任把圣经永生之道教导每一个回到地面上教会永生神的家每一个人，把他们带到将来的天堂的永生的天家。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神给我们的人生。我要回家，弟兄姐妹，主日崇拜要回家，回永生神的家敬拜神，透过敬在教会敬拜永生神，听永生神的教导的真理，生命领受永生神的灵，一生我们跟随永生神，走到最后，我们身体断气，身体火化，放骨灰塔的肉身，我们的灵魂能够回到将来天堂永生神的家，将来的天家。阿们。我们都要进去，我们都要回家，我们要回家，这是我们的路。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坚定坚定信心，勇敢地走，不要迷路，不要迷路，不要迷路，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回家，回永生神的家，回永生神的家，信靠上主，慢慢地走，回家的路越来越近，就在前方。我要回家，勇敢地走，我要回家，回家。在地上又为我们预备好了回家的道路，主啊，你就是那条道路，你就是那得着永生的生命，主啊，因为你就是真理，你是真理的王，谢谢你赐给我们真理，让我们可以有依靠，可以回到天上的家。我们感谢你，主啊，在地上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你很多从天上来真理的启示，使我们知道在天上我们有我们的父，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每天乐意眷顾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依靠，他是我们最信实的依靠。谢谢主，赞美你。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最大的依靠，难兄都爱挖口清芳的花蕊，青翠的草埔，谁人种作，谁人照顾？天父做日头，天父赐风雨，受伊恩赐，拢免烦恼。阿妹，最最的路口。
城市安详。总是伊疼咱，为咱有陪伴，伊是咱上大的帮助。野地里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用为生活来忙。亲爱的，因为慈爱的天父，他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每一个人，为我们预备永生的道路。阿们。野地的花。
生活忙，挚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要宣告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看见天上有我们的父，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我们的父，是全能的主，我们的父爱世上每一个人，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永生的道路，我们何等的蒙福，何等的感恩，谢谢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的生命，打开了我们灵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看见这条回天家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鼓掌归荣耀给我们主，我们亲爱的天父，赞美耶稣，赞美亲爱的天父，谢谢主。好，弟兄姐妹们，请坐，请刘牧师来证道。感谢主，我们真是有福的人，阿们，因为我们在敬拜永生神，永生神会赐给我们永生的道路的人生，阿们。我们的人生不要短视，不要短视人生，以及以为我从父母亲生了一岁两岁三岁就这样子过这样一生叫做我的一生，不是，这个只是神给你我的短暂在地上的现阶段的一个地上的人生的路，但是透过走短暂的人生的这一条地上的路之后，神要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最后我们经过短暂的人生之后，我们跟着永生神，我们能够回到永生神的家，我们回到天家得救，阿们，跟神拍拍手吧，我们好有福气，我们好有福气，感谢神，赞美神，感谢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们一次两次就是讲到耶稣是世界的真光，我们有一二今天三最后一次的信息的耶稣的真光，耶稣是世界的真光里面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一起来念的，就是耶稣赐永生的光，我们讲一遍来，耶稣赐永生的光，好，我们再一次来，耶稣赐永生的光，我们安静跟着安静心，我来祷告，这时候我们要用信心
领受神的话，有能力进到你的心里面来。我们用信心相信领受神的话。主啊，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我要遵循主的道，我要主的道是永远长存。主啊，我感谢主，你的道是安定在天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信心，把我的信心跟情感跟心理态度跟我的灵跟我的思想，从地上的蒙蔽神永恒之道的错谬的价值观完全除掉。主啊，让我的思想价值观，让我的情感喜好，让我的心理态度，让我的灵喜欢永生神的道。这道能够救我的灵魂，这道是存到永远的。我要相信永生神的道，求主坚固我，帮助我用信心领受永生神的道。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你预备好心要领受永生神的道了吗？我问你的心，你预备好心要领受相信接受永生神的道了吗？你预备好心了吗？你预备好心，这个道就有能力进来。你没有预备心，光坐在这边听哦，没有果效。你要用心，用信心领受神的话进到你心里面，那个就会神的道在你心里面就像种子一样慢慢长大，你就长出神的道的那个真理的样子。阿们。所以是用心来听到，阿们，用心来领受神的道。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耶稣是永生的光。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用信心大声的恭读神的话，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七章。好，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要看第一节，请安静跟着我来引导。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一起来到第三节，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们。要找永生，回到圣经神的真理里面来找永生。阿们。这边讲到耶稣要离世之前，那他在那边对神祷告说：“父啊，何时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荣耀耶稣，使儿子也荣耀你，使耶稣也荣耀天父，正如父你曾经赐给儿子权柄，赐给耶稣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就是叫耶稣将永生赐给神所赐给耶稣的人。阿们。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在世上的人都能够得永生，而是神要把永生赐给那些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听随耶稣的，是神所赐给耶稣的人的这一群信主的人才有永生。阿们。好，那么下面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们。阿们。圣经告诉我们要认识耶稣，
要认识耶稣，而且要认识真神，是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阿们。这边的认识不是你念圣经一天念十遍是念认识，不是你一直读圣经读满头脑都是圣经的知识叫认识，这个认识不是真的认识，这个认识里面有经历，去经历，去支取，去体会，去拿到圣经里面所我们所说的啊独一的真神，还有耶稣基督，你去经历到他，神要使凡有血气的看见神的救恩，也看见耶稣，看见神，就是我们去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去经历他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教导引导，我们去经历神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去经历他借着神的话一点一滴的引导我们，从离开属地的那些错灭的人生，而走进神永生生命之道的生命、人生观、态度、气氛、个性，这个叫做认识。听懂吗？不要以为读很多圣经读叫做认识，不是，是你经历圣经里面的话语的那个实际，在你的感觉、生命、行为当中，这个叫做认识了。你知道吗？怎样认识？圣经说的认识的定义是这样。好，这边说我们要认识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要常常读圣经，跟神相交，就越来越像真神。这个叫做认识独一的真神。第二个，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们。那圣经上说，人是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我们当中有八十岁的，请举手；八十岁以上的，请举手。哇，八十岁，我们跟他拍拍手吧。八十岁，哇塞嘞！咱教会中他教会塞，八十岁，好，不要放下。圣经说，我们一生年日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所以呢，今天早上来到教会永生神的家做礼拜，三位年长的超过八十岁的，是在神眼中是蒙福的，是强壮的人。阿们，感谢主。可是我要问这三位年长的伯伯妈妈，还要问大家，虽然有八十岁，可是圣经上说的，其中所能够夸口的，所能够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对不对？人生好多的苦难，好多的人生的经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有。可是比较记得的是很多的劳苦愁烦。下面说，我们说是强壮的人生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可是其中所能够夸口、所能够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下面变怎么样？下面要走的路是什么？经过八十岁算长寿哦。好，下面即便是长寿，下面圣经上说，我们便如飞而去，不去呀，不去呀，这就是我们的一生，不会永远一直活下去的。所以今天亲爱弟兄姐妹，即便活到八十九十一百二，最后是如飞而去。所以听说秦始皇啊，他意识到人生啊短暂啊，七十八十，有些活不到七十八十，一岁两岁十岁，中年壮年少年就去世了，更短。所以秦始皇意识到人生很短暂，所以呢，他想要一直活下去。所以秦始皇听说他去找长生不老药，有没有这种故事？有没有找到？没有了，秦始皇死去了，找不到。我要问各位，你们在这边听到，我们来互动，也问在这个直播看直播的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人真的有永生吗？哎，我问你啊，你要想啊，头脑要想，人真的有永生吗？有，因为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把永生放在人类里面的，我们是有，因为我们造物主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造物主，他创造万物也创造人的时候吹一口气在人类的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把永生放在人类的里面，人是有永生的。阿们，跟我讲，人有永生。来，再一次来，人有用信心，不要用嘴巴跟头脑，用信心肯定。来，人有永生。阿们。可是现在很多人失去了神所赐给人类的永生，下面我会解释。人有永生吗？有，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永生的神，他赐给人类是有永生。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得不到永生？因为他创造人类的时候，在把人类放在他所创造的伊甸园里面，在那边哈，要人类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些的万物。那么因为有这个蛇，就是魔鬼来试探我们的人类，因为神创造的时候叫他说，园子当中的这个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有一个果子，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哦，叫做分别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蛇啊，也是魔鬼，就来试探我们的始祖，让他不相信神的话，让他说这个启示，你吃了启示会真的死吗？这个也不可，那个神跟他讲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那魔鬼就反真理告诉他不一定死啊，所以这个人类就听了魔鬼的话，不听神的话了，以致就背叛神的真理，于是就吃了那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因此呢，人不听神的话，犯罪背叛神了，去吃了以后，罪就入了人类，因此人就不能得永生，因为罪的结果就是要审判，就是要死。罪的结果，犯罪的结果就是要死。神是圣洁，是公义的，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无罪为有罪，他不会说人情，说你有罪啊，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死，你既然不听神的话，听了鬼的话，那么你就是犯罪，犯罪就是要受罪恶的审判处罚，就是要死。所以现在每一个世人都要死，因为人类犯罪，听魔鬼不听神的话犯罪，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免不了，免不了。不管你是这个男女老少，有钱没钱，高位低位的，都要死，就是因为人有罪，罪的结局就是死。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那么死了不是叫做死了就算了哦。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一口气吹在我们的里面，人类就成为有灵魂的活人。阿们。所以我们肉体犯罪死掉，世人都要死，火化骨灰，放骨灰塔之后，那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两条路，一条就是永生，一条就是带着罪去受罪恶的第二次的死审判，就是地狱的永死永刑，这个叫两条路了。人肉体死后，灵魂去哪里？不是一路好走，这个是我们人类活着的人自我安慰，感觉良好，没有一路好走。如果这个人在世的时候罪没有解决，请问死后一路好走吗？不好走，带着罪要受天理真理永生神的罪恶的审判，就是第二次的死。圣经上说，凡是说谎的淫乱的拜偶像的行等等等，他的份
就是在烧着这硫磺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不要轻忽，这是永生真理的神讲的话，这是真理。阿们。所以人因为犯罪有两种死，一种就是身体的死，死后灵魂也要一起死，啊，就是下到地狱永远的灭亡，这是第二次的死。但是感谢神，因为神他有公义的那一面，也有慈爱的那一面。因为 按照命定，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都有做罪的审判，要下地狱做第二次的一个永死灭亡的这种死的审判。但是神爱我们，所以他就差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的样子，走过人世间，没有犯罪，最后为我们的罪恶的死刑的审判，替人类替你我的罪恶审判，死在十字架上，下阴间。第三天耶稣是靠着圣善的灵胜过阴间死亡、罪恶、魔鬼、杀害、偷窃、毁坏的阴府幽冥的权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复活的耶稣带给人类因为信主大破灵魂永远死亡的咒诅，要把人类透过信耶稣，耶稣替人担罪之后，灵魂能够无罪，靠耶稣的赦免拯救我们，断去身体火化之后，灵魂靠耶稣赦罪无罪，回天家得救。阿们。所以人因此就恢复神起初所创造有永生的生命，信耶稣罪得赦免，有永生。阿们。那么因此呢，弟兄姐妹啊，亲爱的朋友啊，不要一生庸庸碌碌，只为肉体的吃喝玩乐劳力。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为必朽坏的事情劳力。吃喝玩乐不是我们的人生，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除了有衣有食之外，我们知足了，下面我们身体、我们的人生、体力、精力、注意力、心力要用在哪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为永生的事情劳力。我们讲一遍，来，为永生的事情劳力。阿妹，为你得救得永生来劳力啊，来用心啊，来追求啊，来努力啊。阿妹，不要为必朽坏的事情劳力，要为永生的事情劳力。所以有人就问耶稣说，那永生要为永生事情劳力，那怎么样得永生？下面我就要讲，你要不要得永生？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啊，你要不要得永生？要。怎么得永生？不是我自我感觉良好，自己有觉得自己有永生，不，要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走圣经的教导的真理，就得永生。好，如果那下面我要问，永生在哪里？我们要得永生，永生在哪里？我问你啦。秦始皇要找永生找不到，因为他没有找到永生上帝。永生在哪里？又如何得永生？这是你我要去努力、要去用功、要去追求的。永生在哪里？如何得永生？我从圣经里面找到，永生在上帝里面。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永生的上帝。阿们。跟着我来复诵，我所信的上帝是永生的上帝。阿们。他既然是永生的上帝，所以呢，我们当中信永生上帝的人，永生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永生神就在我们信上帝的人的当中。阿们。那你可以选择信得永生，你可以选择不信就怎么样，
听一听而已啊，这牧师就要讲的，啊听听啊不信，啊你怎么样？会不会得到永生？不会得到永生。光听说哦，这牧师就要讲道理，讲圣经，啊不相信，心里不接受，拍死啦！这未参详的啦，这无法度讲人情的啦，这是用信心，我相信上帝真理的话，我把永生真理。我把永生真理的神信到心里面，我跟着永生的神，跟着永生的神的路，我就得永生。阿们，永生是这样，所以听到不一定得永生，信到行到才得永生。阿们。好，那么因为神是赐永生给人的，给我们的。那在圣经里面啊、哦，有教导啊、哦，我觉得这个话非常好。有一个人，诗人，他的祷告、哦、说：“神啊，求你，这是诗篇139篇呢、啊，23、24。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哦，要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哦，有没有讨上帝的喜欢哦，有没有走永生神的真理的人生哦。好，下面说看在我里面哦，看在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态度哦，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们。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思想心理态度脾气个性行为要除恶，除掉这些恶行，在神的面前看为是恶行的都要除掉，然后求神在引导我们用神的圣经真理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阿们。永生路是这样走，不要太简单，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哎呀狂喊口号，可是也不离恶行道，这个信有问题，不得永生。阿们。要离恶行道得永生。阿们。好，那么求上帝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好不好？好。要不要？要。可是先决条件要不要离恶？思想心理态度属救我老我世界的没有永生的神的生命跟价值观的都要除掉，都要悔改，都要调整。阿们。然后呢，我们再来走神永生的道，走神永生的真理，走神得到永生的这种生命。阿们。我们生命是要这样走的才能得永生。那我刚刚讲的，我们生命有两条路，第一条有一条，第一条是永生，第二条是永行，所谓是地狱永行永死啊。圣经上啊，透过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啊，这个是谁讲的啊？不是牧师讲的哦，这个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忠于圣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圣经的真理啊。这边讲到说，这个是谁讲的？是耶稣说的。耶稣说的，在马太福音18章第9节啊，到第啊18章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25章46节这边讲到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啊人将人绊倒了，让人离开永生神了哈。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下面小心哦，你注意圣经怎么说。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你宁可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面。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啊丢掉，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的永火里面，地狱的火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脚喜欢犯罪，你的思想喜欢犯罪，你的感觉喜欢犯罪的感觉，你的手脚喜欢做犯罪罪恶，圣经上说要我们断开那个
不是叫你砍断手脚，叫你断开那个恶行。阿妹，如果你不断开离开的话，你就是会带着你这个犯罪的手脚眼睛一起去下地狱，这样好不好吗？不好。所以若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罪要离开要断开，以至于让我们是缺了这个，没关系，不去做那些犯罪的事，不去享受罪中之乐，我缺少了这一个区块，我能够得永生。阿们。你的价值观要这样走。阿们。好，那你要走哪一条路？这边有永生跟永行，你要走哪一条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这个十四节这边告诉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啊，原来永生的门是窄的哦。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亲爱弟兄姐妹，所以信主的人那么少，因为信主的人要对付恶，对付罪，对付不义不诚实，对付不得救的这些的罪，所以人不愿意去对付，以至于人要宽宽大大，只要我喜欢随性啊，放纵情欲啊，放任自己啊，就那个路很宽很大，去的人很多，可是也去最后是引到死亡灭亡永行的路。这个所以世人为什么很多人不信耶稣，不肯离开罪，离恶归义，离恶行主的道，是因为放纵肉体，放纵个性犯罪习惯的一个旧人，自私骄傲主观这个顽强等等等的，这些罪很宽啊，很放纵啊，最后引到灭亡的路。你要走这条路吗？那叫约束己心了，因为这个永生的路是窄的，是窄的，开始约束我们的心，约束我们的灵和行为生命，虽然不能得救得永生的，都要说，都要断，都要离开。阿们。这样我们就能够顺服神永生的真理的教导，走永生的道路。好，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你们回去看十六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十七，路加福音第十章二五二八，路加福音这个第五节五章二十四这边也讲到，我念一段代表性的念一下啊。这个怎么得永生呢？永生在哪里呢？怎么得永生？信主、听主、行主道就能够得永生。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这边讲到，有一个人来前见耶稣说：“夫子，我们该做什么才做什么善事？”他以为行善就会得永生了啊！如果我里面有去犯很多的罪，我去贪人家一千万，但是我行善捐过愿捐五十万，我行善事，我能不能得永生？不能得永生。好。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是要进入永生，就当什么守戒命。”好，另外路加福音第十章这边也教导我们要得永生，这个都是耶稣讲的，不是牧师讲的啊。牧师是要忠于耶稣的讲的真理的话，把耶稣的话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使人家得永生得救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边有讲到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这边又讲到是说又有人来问耶稣了他说这个有一个律法师手洗圣经的人起来，他要试探耶稣，他不是要得永生，他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是怎样呢？那个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安静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阿们。你有没有尽心
你有没有尽心？你有没有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好，下面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你自私哦，就不能得永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很多需要调整的？是，要得永生，没办法打折扣。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上帝，还要学习，因为神就是爱，不要自私，除掉自私的本性，满足自己欲望跟需求的本性跟感觉，我们要学习爱人如己。阿们。这个就是永生，这是信子的人，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啊。在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我们都非常熟了，我们非常熟哈。我们也还是来熟熟的来念一遍，预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还有反得永生。好，你怎么信？你怎么信？有啊，我有信耶稣。可是你不遵循耶稣的话，不学耶稣的心，不学耶稣的真理，不学耶稣的行为，这个叫信主吗？这个不叫信主。信主就是要学耶稣的心，相信耶稣的话，把耶稣的话接进来，去遵循耶稣的话，耶稣的行为，这个叫做信主。阿们。那这边讲到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致定罪。好，那感谢主，耶稣是赐永生的光的主，耶稣将永生赐给人，赐给我们。认识耶稣就是永生，我们信耶稣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阿们。信耶稣怎么信？把耶稣的话接到心里去遵行，去信道，去听道，去行道，这个叫做信耶稣。阿们。听道不行道，不叫信耶稣。阿们。好，信耶稣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听耶稣的话，信耶稣的话，把它信到心里面，去遵循行耶稣的话，得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感谢耶稣赐永生的光给我，主，我要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要走永生得救的道路。求主赦免我们过去不懂的时候，我们走了永死永行地狱的又宽又大放纵自己的灭亡的路，求主赦免。现在是时候到了，我们有圣经的话教导，我们要悔改，离开这些的永死的道路，我们要来听耶稣的话，我们要来信耶稣的话，我们把耶稣的话接到心里面，我们去遵循耶稣的话，我们去认识耶稣，跟随耶稣。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不信不跟你，要跟从谁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主、信主、行主道得永生。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跟永生主拍拍手吧。自从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内心，我经历奇妙的改变，耶稣的真光进入我的内心，我生命就